心中幾十年嘅寒暑，即係話唔埋，譬如可能40多歲啊，就唔喺度啦。即係每一個人有佢嘅人生經歷嘅，我覺得我哋呢個人嘅經歷幾過癮咯，幾特別咯。我已將我所有嘅交託俾自己，好有啲咩都唔做啦，好啲落咗啊！睇下幾時行運啦，後邊點做啦，攤攤到屋企啊！個仔就係唐老母死咗，咁就係個大仔就要孭頭家，即係你會有咗呢個咁嘅細細個你已經有咗咁嘅觀念啦，即係就算我哋唔係話真係大仔，但係你做男仔嘅，你都會有少少呢啲咁嘅責任感。我覺得自我唔同放縱咯，我而家覺得啲而家僆仔係放縱多過自我，即係自我係點樣咧？將自己，我覺得自我係代表係將自己你有缺點有優點，將自己優點揾到自己優點，就跟住即係發出嚟。咁你自己有自我，有咗自己一種 style， 你就係一個自我咯。但係而家嗰啲唔係喎，而家放縱喎，你唔好理我。我中意咁啊咁，未經歷檢討自己嗰個階段咧，已經去咗去放縱嗰度咯，已經。咁你細個嗰陣從來即係冇諗過自殺呢樣嘢咧。咁如果你哋嗰陣時候面對一啲問題咧，就要點解決？走嘅嘢都係，你而家出走？係啊。有啲咩？有咩問題咯？屋企嘅問題咪走咯。咁出邊嘅問題咪翻屋企咯。走。好快㗎。即係屋企嘅問題就離開。係梗係啦。離開屋企嘅問題。喺街嘅翻屋企咯。係有問題先。有問題喺啲 band 度，喺啲 band 度咯，開解下啦。有地方嘅，我諗係啊，即係我哋都係逃避嗰個意識會強啦。個話而家年輕人直接遮鏡嗰啲嘢，即係至多你逃避去諗啲辦法解決，多過會算即係會即刻諗起算數嗰樣嘢嗰個，即係唔會咯。你都會去想辦法解決嘅，但係只不過當時你要第一時間走先。你專唔專一啊？專一，但係冇，其實冇乜諗喎，咩感情生活嗰啲嘢，即係我哋好多嘢，其實我哋好多嘢諗嘅，冇諗呢樣嘢咯，最好都係掛住。即係呢樣嘢會唔會喺你嘅生活之中唔係好重要嘅愛情？即係而家有就覺得好似唔好重要，但係到冇嗰陣就唔知啦。而家覺得好似好重要。平時都係有彈吉他咯，唔會話因為失戀所以就彈多兩粒。因為你平時或者你，但係你喺失戀嗰排嘅嘢或者會好聽啲啊，或者你覺得啲正喎咁整啊。失戀哇，即刻彈吉他有好多感到，就會成日想自己失戀咁啊。我哋係失戀樂隊。我哋自己有我哋嘅正職咧，就當係夾 band 係正職咯。咁喺出邊咧就係揾啲副業嚟做咯。多咯，夾 band 揾到錢嘅香港，我諗即係十個，即係如果真係用自己隊 band 去揾錢嘅咧，我諗全香港唔過廿個人。即係叫我等九翻朝95,000，即係叫我自殺嘅啫。咁所以就係一路都係諗住做 freelancer。完全係冇計劃，根本係唔可以有明天嘅咯。你因為如果你要諗住啊，我聽日要一個月一年之後我要賺到100,000咁樣呢個 target， 根本冇可能嘅嘛。我哋即係可能霎時間會有多啲嘢做，咁咪揾到錢咯。咁冇嘢做，真係會坐喺度等運到咁樣嘅。有咩可以追隨嘅？我諗我哋都係玩音樂，除音樂之外，我諗仲揾第啲，唔知揾啲乜嘢可以，即係要依靠嘅，又要玩啊，又要做呢樣嘢咁樣咯。
玩 band， 即係我哋都一樣會係咁聽歌啊，一樣會係或者會夾一啲餘興嘅 band 啊咁樣。所以其實對我哋五個人嚟講，就其實係一件事咯，音樂同生活就係一件事嚟。我哋係真係大咗咯，我覺得係階段問題咯，即係以前或者係真係自己真係後生幾年嘅話，好火啲咯。咁而家個人大咗，即係諗嘅嘢唔同咗，即係做法可能係冇咁係冇即係表露出嚟咯，或者喺內心裏邊仍然有嗰啲嘢喺度嘅，只不過係唔係一定要喺台上面表現出嚟。關於我哋呢個社會上面發生嘅事啦，或者即係我覺得點解個個只係顧住揾錢啊，而唔去停一停低落嚟睇一睇呢個世界究竟係去到邊度啊？講下隔離屋打仔啊，咁令到我諗起一啲虐待兒童嘅問題啊，單親家庭嘅問題啊，都係依種咁嘅嘢咯。根本基本上冇乜或者係樂隊話出到嚟你睇到啊，或者點聽到啊，即係真真正正一隊樂隊。即係我唔係話五百嗰啲唔係，但係佢係 solo artist， 但係即係 band feel 嗰種出嚟嗰種嘢就唔同啊，真係一隊 band。咁大陸會多呢啲咁嘅嘢咯，同埋大陸啲 band 會徹底啲玩得，即係佢哋係嗰味就係嗰味㗎啦，冇得改㗎啦。即係我唔使食，我都係要玩呢種嘅。咁大陸啲 band 有性格啲咯，你比起台灣嚟講就。都唔係話好認識啲咩娛樂圈咯，我哋只係。即係我哋最正嘅就係可以，即係如果我哋最正可以做到就係，即係啲人肯去聽我哋音樂，咁我已經覺得好足夠咯。其實係怕咗面對嗰啲娛樂圈嘅人多過，如果你話有十萬個人就係嚟睇亞龍大嘅，咁就唔同。你無端端個行出去十萬人睇煙花嗰堆人，即係呢個係大家都咁多人，但係仲有一個目的係完全兩回事，咁你嘅感覺點同？我哋都冇噶啦，係咁多年啦，除非真係可以放低曬，真係唔要呢個 band 房，真係唔要呢個 band 房，唔加 band 啦，咁我真係會揾嘢。由五位大男孩组成的 Anodize 在香港的音乐圈挣扎生存已经有好几年了，有人说是他们不懂得妥协，在娱乐圈这个令人又爱又恨的地方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，那么又是什么推动着他们支持下去呢？相信是真的喜欢音乐吧。成班埋甩佬喺呢個 band 房咁樣，但係大家其實又唔係話講好多嘢咁，但係坐喺度，但係我覺得幾舒服咯，試下應酬，即係有時好過屋企咁樣兩個人咁樣咯，幾開心嘅成班人坐喺度傾下，即係得閒傾下兩句，得閒想望住個電視咁都幾開心。興趣啊！自己中意音樂，同埋中意用 band 形式去玩咯。始終都係年輕人中意啲滾啲啊，攞嚟發泄放縱下。我諗你想創作啲比較好玩啲嘅音樂，除咗夾 band 玩嗰類音樂都冇乜地啦。第二個方向流行曲，我諗都唔可以一班人玩嘅，一班人細路做啲。我最簡單係朋友叫我玩嘅。
佢話中意我，又叫我玩嘅。他们三位来自三个不同的摇滚乐团。冇定嘅，而家都即系有时玩下 heavy metal 啊，有时玩下pop rock 啊、纯 rock 啊，即系唔界定自己系中意咩样乐器咯，即系不停咁试咯。基本上我哋玩啲比较艺术摇滚 art rock 啲嘅音乐。即係 metal 啊，或者之類嗰啲，我哋都有玩，都比較少。暫時就大多數玩 punk 同埋 grunge。即係例如一隊 band 入邊，通常話寫歌啊、寫詞啊，咁通常都集中一兩個人身上。不過每一個人都可能有自己唔同感受嘅時候咧，都好多時候會角色轉換，有些人會唱埋啊，忽然間彈吉他會唱埋，可能唱下都會彈吉他，或者不點都不會誇張到忽然間去打鼓嘅。R&B 係咩啊 ？Rhythm and blues 啊。個定義啊。定義音樂佢種類係點嘅？係啲美國黑人會嗰陣時係比較跳舞啲，有。在 Blues 以上更加興奮的一種曲式，即係可以來源在哪裡啊？哇死啦！都是黑人嚇，係初來黑人啊，後屘而家例如咩 Candy G 啊嗰啲咁，佢哋會玩噶嘛，有乜人都會玩噶啦，係咪西岸南岸嗰啲真係唔知啦。Blues 就係應該係黑人嗰陣時黑奴受迫害嗰輪。即係嗰陣時有啲簡單啲嘅 blues， 可能得四個 chord 好簡單嘅，跟住後屘再玩下玩下就白人都玩埋，所以先至。不過基本上 blues 都係藍調，係比較悲傷嘅音樂，都係一定有啲嘢深。Acid jazz 係 jazz 度慢慢加埋啲 dance beat 落，跟住咪形成咗 acid jazz。其實要 pop 咗好多㗎啦。係啊，近時係比較靜嗰啲人。即係所以話唔好，即係話佢比較靜，即係好似唔投入啦。唔等於嘅，因為佢好多時佢真係坐喺度欣賞緊你唱緊乜，你個人玩緊咩音樂。即係佢係揈，佢都揈咁樣揈咯。即係唔會咁樣揈咯。即係咁樣，即係我諗嗌曬名啦。係啦，而家係興明星化咗。再我諗台上樂隊咪對住都咁中意咁嘅效果咧，好見仁見智。香港还有一些凭着一股热爱而组成的地下乐队，在唱片店买不到他们的 CD， 在电台听不到他们的歌，在电视见不到他们做宣传，但却可以在一些比较独立制作、小本经营的地下音乐表演场地，可以看到他们卖力的演出。NT New Territories 便是其中之一。每位成员为了可以支付在某个商场租练唱房的开销，每人在白天都会做一些 part time 的工作补贴一下，也不能说是没有负担的。 NT 的形象有一份年轻人的愤世嫉俗，充满精力，非常有冲劲，但带点稚气，很不成熟，所以才会令人觉得他们敢作敢为。除了乐队和音乐系之外，他们也和一般的年轻人没有太大的分别，都是十分贪玩，喜欢在街头上做喷画，一起在练唱房外面通宵玩滑板，发挥多余的精力。看他们的平常生活到外形打扮、言行举止，以及他们玩的音乐，令人觉得这些便是年轻人的音乐。是他们选择了摇摆音乐，还是摇摆音乐选择了他们呢？摇滚乐不单是一种比较能够表达自我的音乐，还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态度吧。
係阿威啊，玩下吉他。係，跟住呢位啦，好曳喎。我唱下歌嘅，我係威啊。我係玩佬，玩鼓嘅阿仔胡松風。跟住咧，玩俾人買鼓嘅，玩喂玩吉他嘅阿豆。我是阿賢啊，玩咩玩？你邊度有得玩？玩我食蕉嚟咯，食蕉嚟噶。上邊位啦？Sorry， 大踩個 cap， 玩電貝斯啊玩。啊，即係玩 bass 嘅係咪？你嘅名叫咩名啊？我夾賓，方夾夾賓啊。OK， 我哋玩 hardcore。嗯，玩 hardcore 咯，係咪啊 ？hardcore 係屬於一啲即係搖滾樂嘅嘢啦。都可以硬鋭硬啲嘅啦，硬啲嘅搖滾中啦，台灣叫硬鋭，有啲意識嘅寫嘢都希望。可唔可以舉例啊？譬如你寫嗰啲咩歌，裏面係有寫過有講過啲嘢。寫失業啊？講失業邊有啊？嗰首叫咩？啊有啊有失業啊，差唔多兩句咯。即係乜都有啲嘅，如果。聽啲冇嘢做好難咯，即係讀書讀唔到啊，前途啊，肯定唔好咯。呢啲即係探討過呢啲咁嘅失業嘅問題。探到，真真經歷啦，讀書大佬咧。你哋有冇正職㗎？即係除咗話要打 band 之外，有做啲乜嘢？正職失業，正職就係失業，一個失業，一個失業啊！嗰啲有嘢做嘅。實際上，梗係玩佢見咩？咁你一度玩啊？冇嘢玩啫嘛，冇嘢玩啊嘛，冇興趣。即係其實普通心態玩嚟玩嘅啫，開心。唔係冇地方去玩啊！又冇車去玩，咪玩啫嘛。玩其他嘢使錢啊嘛。玩車又要錢喎，玩得又要錢喎，真係邊有錢嘅？種族歧視最大問題啊嘛，香港。最大嘅問題係永遠呢個世界歧視就係有錢歧視窮人。唔理種族啊，點都係真嘅。咁都唔係個個歧視嘅。咁你唔見啲有錢佬，會冇人歧視你咯？你貧翻單窿嘅就係咁啊！壓力就變咗冇計㗎。邊個叫你揾啲有錢佬啫？唔需要你識啲有錢佬，最緊要有錢佬識得你。有咩講？有咩講？年轻人都喜欢刺激的玩意儿 ，skateboard 滑板便是其中一项。年轻人都是比较反叛和自我的，但是我们还是想跟他们谈一些比较认真的话题，例如对于家庭、爱情这些，甚至是在哀穷的日子是怎么样安然度过的。现在听他们为大家娓娓道来。我有做嘢，我妈话我乖仔。回頭試下啦，但佢知唔知你做緊啲咩？阿媽會睇 show 噶，阿媽都會睇 show 噶，係啊，攞笑啊，攞笑啊，買影碟俾我哋睇啊，唔好啊，阿媽中意 skateboard， 其實你同家人嘅感情係點樣？即係同佢啲家人感情，各人同家人嘅感情。我同我哋家人想黐下餐，黑咗黑食。愛情對於你哋講重唔重要啊？有就有，冇就冇啦。你有，我話緊唔緊要嘅？有我收穩多幾點？我都係咁諗啊。唔係啊，唔係啊，唔係咁嘅，有一個係。咩啫？你兜都兜唔到噶啦！你有病喺度成波攬噶佢。你專唔專一噶？專一專啦。幾支吉他每人？係咯。哦。我對於女仔啊，即係愛情嘅人咧。
刘志远离开 Beyond 乐队后独立发展自己的音乐，现在不时有创作一些主流音乐迎合市场需要。巴士仍然非常热心举办一些没有大制作的地下乐队表演会，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会对自己的周遭有不同的看法和感觉，然而他们也找到了快乐。应该要搞班的到场贪玩，受哥哥影响，哥哥在第二度读书，咁就翻嚟就带好多唱片翻嚟，咁啊以前未听过，咁系都系啲 Led Zeppelin 啊、Deep Purple 咁嗰啲嘢，咁听到咁佢喺度弹咁，好似好劲，好似好劲咁，我跟埋玩就系咁，我就系咁开始。识啦。我咧就妈妈、爸爸教听歌，妈妈、爸爸教听，啊我教 band 咁啊听歌，就中意咗咯。听啲咩啊 ？Beatles 其实搞 band show 咧就唔好难嘅啫，但系要要个心去搞一啲嘢咯。但系好多人唔做呢样嘢，咁我癫嘅，咁我就中意搞。咁钱赚？钱赚？通常啲钱咧分晒俾大家算，即系做叻啲咁样分，做叻啲分多啲，做渣啲又分少啲，或者其实。不一定的，不過就有錢大家揾。我諗唔係尊唔尊重，係冇乜人理。我覺得一定要要普及嘅。如果打 band 又打麻雀咁普及咧，咁水準就會好高。即係你唔覺得係咩好特別嘅一啲特別嘅嘢，係好自然嘅、好生活嘅嘢，咁你就會有啲好好嘅嘢。賭馬咁就你諗下幾多人賭馬？如果咁多人去夾 band， 咁我諗即係你表演機會又多，出唱片機會又多，咁咩機會都會多。我識啦。我覺得香港夾 band 咧就唔會發達嘅，但係如果努力啲咧，我相信可以維持到自己嘅樂隊嘅生活咯。係要好努力，好努力。其實冇乜特別苦，我覺得嗰啲苦喺嗰個時間可能會鬧交，但係你過咗之後咧，其實全部都係樂趣。你回味翻之後，我覺得全部都係開心嘅，冇唔開心嘅。除咗窮之外，其實全部都好開心嘅，都係苦都係窮。